各位港人港地的观众好，我是建筑测量、都市规划和园景界的立法会议员谢伟全。在刚过去的鼠年，不少香港人都过得很不开心，先是有黑暴肆虐、美国打压，还有新冠疫情，令到香港的经济衰退、失业率急升，不少建测规园界的专业和企业都面对开工不足、收入大减，大家都好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各行各业都有工开、有粮出、有饭开，小朋友可以翻翻学校上堂，大朋友可以坐翻飞机去下旅行。要重振经济、恢复通关，首要是战胜疫情。要战胜疫情，香港各界必须上下同欲、同心抗疫。新的一年是牛年，我祝愿大家好像牛咁壮健，百毒不侵。香港尽快赶走晒啲病毒同鼠辈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国泰民安。